哎呦，小家伙们在不断的长大了啊！这是两窝的，给它全部放到了一块儿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小家伙现在是每天不断的在长着身体了，因为最大的一窝是45天，最小的一窝是35天，大小了10天时间啊。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得出来，小家伙们长得是非常的壮，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漂亮，生态纯种藏獒。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时间段，在这个时间就是喂得好，给它定时定量的喂，增强它们的营养，它们的身体就长得好。走过来的这条是一只小母，最顽皮的一只小母啊！你看这个小家伙，这个小家伙，你看，你看，它想去咬这个弟弟啊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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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欺负小的啊，以大欺小啊！你们是不是以大欺小？你啊？太可爱了啊！所以说，这个纯种藏獒在小这个阶段是非常可爱、呆萌，但是长大了之后，它们就凶猛了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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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们，大家喜欢吗？喜欢那就给我们家来一个强烈的小推荐啊！给我们来两个小小的红心，谢谢大家。